摇人摇人。味道不如小点心。看得出来你是误了，好不好？我看见你了。每个人都会留下足迹。未来战士准备就绪。他只要他如果是 Q 炮台把机器人挡的话，他们直接玩不了了。我没扭掉，哎，可惜了。只能说有点装，有点太那个，太自信了。如果是交闪现扭，交闪现躲掉的话，没什么特别好的效果。只是看到历史，我们还必须遵守。我也很想去，但是那他们也去不了。该发射了，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快想想平时的练习。这不烂了吗？只能说鸡。鸡七百块了。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道路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抓捕进行中。你没时间了。主线怎么打？主线打不了了。每次谈到最后，都是被你打倒。Boom， 脑洞，来过，错过。感觉已经不如出个鞋子了，真的。时间加速已获取。哎，这出个都带这个感觉没用啊！这被勾到就是死。六个头，这个头辅助拿的，辅助能出点什么？哦，他要出个兵长。现实是由法律维持的。
者流程已启动，承诺你有更多时间是最甜蜜的谎言。哎，这对线没什么盼头啊，这个对线现在真没什么盼头。他能吃钩，我吃不了钩，我吃钩我就直接死。所有人都会逃跑。不要瞄准当前的位置，要瞄准过去的位置。最后一次修补才是唯一有效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见识下超前科技。我早已无路可退。逃无处可藏。开工了。大头现在吃到钩也扛不住一套，他得扛住一套，我们才能反打的有反打的机会。下路对线想赢，要么就是把三妈的血量先压下来一点点，要么就是满状态打的话，就是得扛住那一套，扛住第一套伤害才行。但关键是现在扛不住第一套伤害。来了，压力太大了，现在。真压力太大了，还有点肥。真是个老古董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准备好了。武器功率设为360。你说他这样 W 上来看一下我怎么搞？你是不是比以前缩小吗？喵了个嘚呢！未来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枪管里。这个地方真是原始。坚持走下去。我也差不多废了。时光如梭。明天就是现在，回开，回顾性准备确认完毕。
这条不归之路。 可以，好消息。 想办法让自己有用点的，妈的，他妈八个头，我怎么有用啊？2400块钱八个头。 想办法好吧，我操，14分钟这个装备，只能说有点夸张的。 14分钟2件。 这怎么办？我操！妈的，还好夹住他呢。 感觉那个钩是机器人，是大头吃的，你知道吗？<笑>感觉那个钩机器大头应该会吃的，都没交闪吧，应该是。我知道这个机器人是有闪现的。 非常不可思议。我其实还好，真的，真害怕。没事，小烈好吧，小烈不算烈。 小烈不算你，小烈，真小烈，其实还好。
如同你从未存在。好起来了，我操你妈，一个 Q 打我这么疼啊，我可以打中300米以外300米以前的你，我替银还是作为一个人，你是不是比以前多继续前进，和平使者流程已启动，有时你需要先退一步才能继续，可以想用现在无语了，我清理垃圾，时间的垃圾，我是个时间垃圾女的，多少血？300血，都不要掉血的，没事，我打穿给个夹子行了。没有用，唉，就让自己变得有用一点。给他拍个假照吧。时间当然可以被打破，不然你以为我拿枪干什么？我操，很稳健。狂奔向前。那怎么又回来揍我了啊？你这么血点血，我看你这么早这么久不来揍我，我都准备给大招了。难见了。半天不回来揍我，我都
要给你大招的，我感觉大的死他嘛，他还有个盾的，他可以给自己个盾死。在我当班的时候，谁也别想改变过去。我们不能只是看到你，我们还必须遵守。在我们进听打野的，在打龙这方面听打野的，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有位。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时光如梭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我好像好起来了。好消息，好像好起来了。谁需要带补力？好像好起来，但是还没完全好起来，不确定，再看看。天打石。